所以，文型文化资产
对待传统表演艺术、传统工艺、民俗口述传统跟传统资讯与实践这部分来电，其实咱保安工都有都有资格去符合这些提报的一个要求标准哦。神教头一个神兽哈，咱少年人来比喻做神奇宝贝哈，神奇宝物，你可以当去仔细去观摩一下，去爬梳一下，一到类型什么神兽。咱暗时七点的放火狮啊，吼，是咱娱乐庆结束以后，吼，才会进行的哦。放火狮是咱的重点活动，因为火狮具有这个趋吉避凶的意涵哦。伫咱广西那边出巡吼，是沿路去修，沿路的这个不洁吼，去驱赶不洁。放火狮呢，是当把咱的邪祟驱逐出境。火狮是用钩爪来扎成的，是咱的保存人哈，那李青龙医师的一个作品哦，每一年都会请李青龙医师来帮保安工来施做这个灰筛哦，所以晚上七点啊，请大家可以再来保安工跟柳娘家来欣赏哈这一种刹那间的一个美景哦。只会喷烟水。